我们受过了染发，老娘现在就是42岁了，就是会长白发，长痘痘，长白头发 ，So what？ 我最近跟大 S 的一个新的概念，就是我们受过了染发，老娘现在就是42岁了，就是会长白发。以我白发长出来的程度，然后一直染的话，我觉得对我的头皮会有很大的伤害。我们在试验，就是白发会长到什么程度，会变成一种挑染的美感。所以现在就是初期 ，I like myself， 长痘痘，长白头发。So what？ 经历过现在这一切，你觉得这些根本就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家人。我们从哪来的？结果我老公说不要装顶光，顶光拍的就是不好看。